你在哪里呀？ 如意，如意，如意，你到哪儿去了？ 刚才我们明明看见他在这儿的嘛，会不会给别人带走了？哎，我想不会的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呀，不然……哎，这个。 如意，如意，他回来了。
你看你吓得这副样子，堂堂男子汉还怕个死人呢？那个死样，真是怕人呐！哼，怎么不想想昨天晚上多开心，多恩爱呀！你笑什么？ 外边有什么声音？春桃啊，你去看看。我，大爷，还是你去看看吧。我，哼，你们两个全是胆小鬼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去看。